我想克明慧文就找到了唯一啊，我们学习了好很久哈，他们找他们的唯一，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唯一啊，自己的唯一。刚才克明有讲到耶稣是真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那今天的见证呢撒眼打出来的话是爱的托付，爱的基因。那科米也提到你行动哈，就是说你爱的托付、爱的激励，耶稣是真的，你怎么活出来哈？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哦，我看到的话是，他们两位在教会里面是爱的连接，还有爱的陪伴，你可以看出他们做很多以行动啊，他们是教会里面爱的连接、爱的陪伴。我认识克明会很久了哈。克明在母会 ACC 的时候就开始服侍，所以说再加上我们一起出来职堂哈，所以说我们服侍一起服侍超过10年以上哈。当然在磐石教会的话，我们的搭配哦更密切更密切啊。克明，我跟克明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好的早饭。晚饭还有喝茶。如果说你跟克明很熟的话，他会经常说：“我们来喝个茶，喝个茶，就是我们来谈谈心啊，谈谈教会的事工，我们来喝个茶啊。”我记得有一次，礼拜六，几年前克明慧文到我们家附近一个茶馆喝茶，就打个电话给我。哎，他说你跟清华有没有空过来喝个茶？那我说你在哪里？哦，就在 Everange 那边，哦，很近。那我们就一起去喝茶。从下午喝完之后，后来又吃饭，是吧？就是我们真的是跟他们一起同工很久，就是很熟了哈。就是说他们就是也没有顾忌，就是说哎，我们就碰个面哈。还有一次我们两家在Rudy's Barbecue，这是克明的喜欢的一个餐馆哈。我们早上礼拜六早上。从9点钟吃个早饭，谈谈，哎，该中午了，就在那边也吃中饭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出克明会跟他们是非常的爱主、爱教会，他们摆上的时间非常非常多啊。克明呢，有时候弟兄姊妹可能看不到哈，在长执会里面，他对教会整体的看见，对教会的系统操作。都有很独特的看到，科明也很喜欢。刚才慧文讲到，科明很新的东西哈，科明也学习到很多，收集了很多，看了很多的书参考书，有关教会的建立跟教会的这个操作，那也带到长执会里面经常讨论，他经常看到教会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的时候呢，他就敢于。承担这个事工就不是说克明从来不是说嘴巴说说而已他看到需要说出来的时候就会做。比如说2011年的我们全教会的退休会，就是克明提出来的，那他是总策划我们大家晓得，我们现在联合小组聚会2年了，也是克明在长执会提出来，他就一手承担啊。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去到英国去看小女儿去面试她的未来的准女婿的时候，是吧？准不是准，对，准女婿啊，准女婿哈。那刚好是联合小组聚会要开始，他们不晓得，他们也心里很挣扎，但是他们因为很重要，他们走。他在上飞机之前写了一页。每一件事情的交代啊，嘱咐啊，对同工，哇，那心之细啊，你都不晓得。就说他们有这么重要事情要走了，但是还把教会的事情放在前面，真的非常感谢神哈。那他不只是以爱的连接，我想在小组里面，恩群小组，在姐妹团契啊。都可以看出他们呢，他们有爱的陪伴，而且他们在陪伴中培养带领了新的同工出来
我就不讲谁了哈，我想大家晓得哈，有很多的同工在他们培养中带领出来，所以说真的是克明呢，真的是在我们教会是个勇士啊，跟我们并肩作战哈，他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事工，非常感谢他，感谢他那个，我想这是一个传承哈，爱的托付，爱的激励，就像 Paul 上礼拜的讲道中。就是我们磐石教会每一个人都是 minister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领呢比我们灵敏更年轻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想这个也是克明贵文要我们学习的那个飞行最后一张，这是我们卡片，因为 logistics 的关系呢，我们下礼拜再给你们。请弟兄姊妹签字。Yes, you are moving. 对的，你要搬家。No, God did not ask our permission. Yes, we will get over it. Okay. No, we won't need permanent therapy. Okay. Yes, we will pray for you. No, we won't forget you. OK， 好的，谢谢。